江 style。今天是蜘蛛人的返校日啊，我们现在是用 Peter Parker， 在他身后呢是那一台 school bus， 看一下这 school bus， 哇塞，好大一台车啊！这台车可以开吗？哦，可以开耶！它是一间巴士，一间巴士改的。哇哦，我们来试乘一下好了。哇，黄色的耶，超级熟悉的，好怀念的 school bus。以前我也是坐这台车上学的。好，这台车没有什么人啊，我们就先去参观一下学校好了。学校安装了两个新的模组啊。先转弯，转弯，哦，甩尾，甩尾，哇，差点！好，我先下车喽。看一下他的角色，这应该是早期的 Peter Parker 吧？跟那个电影的不太一样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到学校。今天开学日啊，这是在选什么？哦，为什么要举手啊？没有要打你，好不好？我只是来看一下。哦，这是要填表格吗？我看一下。看一下这是什么，应该是填问卷加入什么东西吧。这是 Tracy， 哇，跟 Tracy 同一个大学。没有要打你啦，干嘛举手？都被我吓跑了，不会发现我是蜘蛛人吧？那我来这边好，这应该是音乐社啊，那边有一个音响。哎，哦，为什么每个人看到我都吓跑了啦？哦，我又没有要打你，干嘛这么害怕？每个人都吓跑了。哎，我只是要签到啊，我想加入你们啊，不要怕好不好？哦，怎样啊？欠打吗你？看着看。哦，哎，胖子，你卖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还蛮有趣的，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跑走了？你没看过蜘蛛人帅哥吗？干嘛跑？哎，这里可以进来吗？这里进不去了。我不会杀你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哇，是拉过来哦。哦，慢动作，哇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拉住，哦，哇，他撞到这个杆子啊，好痛哦！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拉住，拉住，没有拉到，再一次，啊，他飞起来了，哦，啊，哦。哈哈哈哈，超好笑的，我来再拉一次，咻，哇哇，这很适合跟那个美国队长对打一下。然后你看哦，他这个招式还可以把那个警察的枪，我看看哦，这个 arrest 这个功能是可以把警察的枪拿走。如果是跟坏人在对打的时候，我可以把这个枪抽走，看一下，标一下。失败了，这台车先把他赶走啊！看看是怎样。不对，应该是第一个一般的。哦，按 B 啦，按 B 可以把那个。把他的枪拖走，然后他就没有枪，他就变成跑过来打我了。OK， 我们再换一个 arrest 好了。哦，有，哇，他飞好远哦。哇哦，拉回来，
哦，飞好远哦！飞呀、啊！哇塞！嘿嘿！哦，哇塞，这力量好大、哦，那怎么用的 ？OK 吧，他还有那个什么招式？我看看，按跳，按跳，然后按跳，然后可以这样 swing， 然后再 swing 一下。哈哈，失败了啦！再跳一下，然后再 swing， 然后再 swing 一下，不太好用。我应该在城市那边用 swing 看看。哦，滚好远哦！跑过去，为什么有枪啊？哦，捡到警察的枪吗？好，安全降落。我们在那个大楼那边跳一下看看哦，试一下的是不是可以跟电影一样有那个 swing 的感觉。哇，飞走了！哇，天哪！哎呀，飞出来了。我先取消这个录影哦。哦，他两个会一起按、啊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啊 ！Jesus， 那旁边那一把枪好烦哦，我把它弄掉哦。先把这个枪弄掉。OK， 我们再跳一次哦。哦，哎呀，啊 ，Hell， 失败了。哎呦呦呦！哎呀， Shit. 失败！我们再跳一次，不太好用了。哦耶，成功了！耶、yeah. oh. ！哦，撞到墙壁了！啊，哇塞！啊！要笑我，我是蜘蛛人新手，今天第一天上学。再跳一次，哦，太高了，啊 ，NG 啊，这个 NG 很多次了，哦耶，为什么不能跳好看一点？然后他还可以爬墙哦，我看一下，他如果按这个，啊，对啊，这个角度，我们爬到对面去试试看。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耶、yeah, ，爬上去了，哇，跟电影的一模一样哎。哦，抓住了，我们再爬这个。哇，看一下啊，侧面，哇，超帅的，继续爬 ，Spider-Man， 要上去了吗？好高哦，这里超高的，哇，哇的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样子，这样看它。哦，哇哦，它的颗粒还蛮精致的、啊，这个做的很漂亮啊！哇，这要爬多高啊！啊，终于上来了！哇，我们爬上来了耶！哎，是怎样？
冲哦！哦，哎呀，安全，安全着落。我们先再跟警察打一下、哦。我有突然有个想法，先增加那个星星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增加星星？那我打一下人好了。丢啊！丢啊！丢啊！大龙货运，你不要跑，过去吧你，过去吧，飞吧你！哦，可以瞬移耶！我们来碾一下那个绿色看板哦，也可以碾吗？看那个 A 的大楼，咻！哎，终于黏住了 ，Spider-Man， 好怪哦！飞，咻，咻，哦咦，咻！哈，他被拖过去了。我们找个人打一下啊、哦！特殊招式。你有家人了，我也有。哈，我把人家，你看，我把他绑起来了，他很像尾鱼哦。看什么看啊？就你了，好不好？就你。哈哈哈。他这个是可以把那个坏人就是 arrest。胖妹过来，胖妹，哦吼，哈哈哈哈哈，看一下姿势超好笑的，哦，真的吗？哦，哈哈，来吧，警察，跟我对打吧，来改一下星星。为什么不能改？不能改啊！那我把我先换个加一个武器啊。哇，这是有人拿枪，不能发射啊！啊，不能发射就算了，就把枪就放后面。该不会是因为他本身不拿枪的，所以他不能发射子弹？我觉得应该是设定上的问题啦。好，不管他，你抓到我再说吧。耶！Yeah！ 哎呀，为什么模组崩坏了？现在变 Michael 也可以了。把它换回来。警察被我逮捕了啊！然后按这个 B 可以干嘛 ？SM。哎呦，你把他撞死了，不是我撞的哦。是怎样？哦，你把他干掉的意思？哦、他是缴枪啊 ，disarm 就是把他缴枪。OK， 我们这个模组是还蛮好玩的，就是如果对方有枪有没有，然后你按住这个逮捕的指令之后，然后呢，他会出现就是躺在地上，然后手跟脚绑起来，然后你再按 B 呢，他就缴枪了，别缴械、啊。你试看这个，按下 Y。要跑啊！你去哪里了？啊，我就被绑住了。然后他要再出现这个画面，按 B， 他枪就掉出来了。啊，
好，这个枪我没收啦，丢啊，丢，哇，快，我要三颗星啊，三颗星比较好玩。来，把你抓过来。好，你被逮捕了，不准你射击。快把枪交出来。OK， 干得太好了，丢啊！哇，这个警察真的是太弱了吧！打一拳就倒了。哇！趴在地上 ，fire！ 你被逮捕了，把枪交出来，把枪交出来。好，获得散弹枪，还有六发子弹。咻！想去哪？想去哪？丢啊！被砸住了。哦，要三颗星好像很困难。哎呦，哦，飞好高哦！我们去军事基地看一下好了，军事基地那边应该可以拿到四颗星吧。哦，这里我们到这里玩一下，用传送的。我先把时间改回来，改亮一点哦。OK， 我们试试看那个大的那个这个什么泰坦号，看一下。其实也不用跑那么远，这样试试看，抓一下，甩，哇，甩，哦，爆了，那就这样爆了。也四颗星了，然后直升机过来可以抓一下看看，可不可以甩一下？哦，我被攻击了！蜘蛛网上，蜘蛛网！哈，你在抽蓄啊？那根好怪哦！哦，这什么枪啊？这是 rifle 哎、欸，哦，绑起来，别哦，翻过去了，哦，逮捕你啊！我换一个 punch， 哦。这个当然要录一下，这太经典了。哦，出点力好不好？你好逊，哈哈，倒了你，再来一次。哎呀，哇，枪都飞走了啦。哦，哇，我们换这个。直接过去踢耶！找个落单的。哇！侧踢，飞踢啊！阿德，阿德，哇！阿德。超好玩的！你找一个人陪我玩一下好了。那我把那个关掉了，算了。我先跟这个警察先玩一下好了。怎么没有直升机啊？哦，直升机啊！哎，上面，我看到了。甩！放风筝啊！
你给我过来，不准你飞那么远，给我过来。我记得他可以甩东西耶，怎么用？试试看，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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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奇怪，他甩不出去。印象中他可以甩。Please to grab， 这样子。算了，甩不出去了，我甩车子好了。甩，哇！甩，好的，哇！哇，车子很帅哦。不是啊。呀！哦吼！哇，那也蛮强的嘛，这样子。不的，嘿，踢倒了。不的，哦吼！一打！哦吼！很屌是不是、啊？飞吧你！射什么射啊？飞吧你！你在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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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吧你！飞出去吧！还有你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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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，去那边。好，换另外一个。飞呀、啊，飞越比伯利、啊，飞呀、啊！哇！哇！太屌了，太屌了！我们试试看这个直升这个飞机，飞！哇！到了！这个这么远拉得到吗？哎、欸，好像可以耶。什么东西爆了？坦克车啊！哦，飞机跟坦克车连在一起了。啊、哦，飞机。哎、欸，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东西哦。可这样好远哦，要开这个飞吗？这样它会把我拖起来吗？哈哈。可以空，我们来拖一下它。我先转一下，转一下边哦。哦，起飞喽！被拉起来吗？哦，它太重了，我拉不起来，拉不起来。哦，我感觉我被它拖着走啊！跳伞。哦，哟、哎，飞弹都掉下来啊！飞机嘞？哪边在射啊？飞机嘞？飞机，飞机怎么办？飞机不见了！哎呦，过去了你，过，那黏力超强的，过去啊！哪边在射啊？你啊、哦，是不是你？哪里啊？我哪里的飞弹啊？哦，哟。飞弹很多哦，前面有飞弹，看哪边在射，贯穿了啦，哇、哦，哎、欸，它自动的，是有人在那边射吗、欸？对啦，有人在那边射啦，我想说谁啊？就是你啦，会怕对不对？去死吧，哇、哦！哇！现在大家都拿火箭炮了，对了，太凶了！战斗机还卡在后面啊！那这个你们两个卡在一起吧，顺便这个直升机也一起放下风筝。
点不到，好，卡住卡住，耶，太好笑了，直升机拖了他走了，直升机也飞不走啊，这台车顺便行，卡住，不行啊，哦，爆了，这台车跟这个坦克车一起。哦，被拖了走。这个人跟坦克车一起去，两个人绑在一起了。哇，你浓我浓啊，一三一四，我去那台车去，哈哈哈哈，人肉飞镖啊！这台车去那边去，哦，翻车了，坦克车。坦克车去那边，三台车连体，哈哈哈，哇，完全飞不走啊！再连一次，哇，哈哈，哇，飞哦，哇塞，这个很简单。我就直接站在上面，然后让他们打那个坦克车。哦，哇，你好凶哦！哦呼，飞跃，哎呦，失败了！哈哈哈！哦，很容易飞过来。哦，哇，好凶哦，好凶哦！哇，那火箭炮飞好远哦！哇，哈哈，勾到杆子啊！哇，哎呦，呵呵，我看到一台飞机，把它抓下来。飞机在哪？飞机嘞？飞机在我上空吗？飞机在上面吗？刚才我看到飞机啊。飞机不见了，这里，这战斗机啊，没有抓到，靠近点好了，靠近点。哦，有点凶哦，老兄，看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啊，地霸王，跟谁合体啊？跟谁合体？跟这台飞机好了，太远了吗？车子嘞？车子为什么在晃来晃去的？这个、啊，这条线跟那台飞机去，哎，不行哦，是不是太远了？哈哈，哇，太强了！哇，翻车了他，完全起不来了，哇，爆了爆了，嘿嘿嘿，哇塞，哇，这两台飞机合在一起，看一下，飞机跟这个飞机，为什么不行？太远吗？太远吗？我试试看，不行啊。再拉一下，不行，合体。哦，爆了。哦，那我再拉这台，再拉一次。哦，再拉一下，再拉回来。啊，坦克车，坦克车，哇，飞哟！这台车跟这个坦克车，哦，原来是距离的问题啦，这样就可以啦。哇，拖着走哦，这台车顺便，哇，来打我。这台车跟这个车 ，yes， 哦吼，哈哈，哇塞，哇，合体了，合体了，合体了，一起，去吧。
去吧。打不到我啦。喂，我来这边啊，我来这边。哦，哇，飞机爆了啦，都你。哦，飞弹满天飞。哦，炸到自己了。老兄，你在干嘛？就是把人家抓住，按跳。哦吼！哇，脱移好远啊！我试试看飞机可不可以也这样搞一下。哎，谁在射我？就是你，我看到你了，你给我出来！喂！喂！耶、yeah, ！我要跟你玩，去吧。哎，有一个想法，直升机来的话就给它拖曳一下。咻！哇！哇、哦，超强的！哈哈！哈哈！丢哇、哦，好远哦！我试试看坦克车，我离他远一点。哟，哈哈！哎，直升机在哪？哦，飞机爆了！哦，哦，太好笑了！哦，着火了！啊，爆了！哇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坦克车来了，冲啊！坦克车不要跑！哦 ，My God！ 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跑哪去了？他不见了啦！哦，那我正前方啦，他居然没有爆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前面有直升机、欸，来试试看，让我抓一下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 ！Oh my god， 飞好远哦！哇！哎，对，我们来挑战一下那个火车啊，去看一下火车，在这附近有火车出没。嗯，在哪边好呢？啊，这里，应该是这个洞这边啊。哦，火车来了，火车来了。啊，它不会转啊，这么硬哦。可以把它拖住啊！不行啊，拖不住啊！不让我转，这边有直升机。
嘿，哈哈，哎，为什么上面有人啊？你给我下来！哇，这什么枪啊？好啦，今天实况到这边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分享出去。那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呢，赶快按下订阅，也别忘了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